心好大胆哦！炸弹礼盒是我设计，你想要那个毁掉 ？Honey， 差你跟柯小萱的被给，你也给我告假违禁。你俩不是要认罪啊？你就紧走。Monica， 麦克比啊，你有什么话你就出来讲。你走你比，公平，人性的连贯了。你别过来啊！那条画面，我已经打出卡手了。杜飞，你被柯小萱死。你若是真正要害我去养两条人命，你的人生就乌有去啊！你可以说清楚。起来，大胆叫起来！请给这条记性啊！记性要讲话嘞。我的小青年女王应该会给你安排夜当，会给你入家。啥？有错？这是新娘要给你的惊喜，吃落去。咱连内底底啥物件拢唔知影，万不利是炸大变乱。那是先照对方意思去做较好。咱一路单单才找到志成，啊，竟然搁予伊走去。所以我就讲，新娘娘一直安排一个工作，是做一模一样的，会给我入家，否则就是要跟我入家不合作。啊！不过至少咱目前会当确定志成是平安的，这马上是好消息啊！今嘛只有聊着亲密女郎，叫到大家讲，代志到底是啥物真相？蒋月，你真好大胆哦！炸弹礼盒是我设计，你想要那个毁掉 ？Honey， 差你跟柯小萱的被给，你也给我告假违禁。你俩不是要认罪啊？你就紧走。Monica， 麦克比啊，你有啥物话你就出来讲。你走你比。公平，人性的连贯啊！你别过来啊！那条画面，我已经打出卡手了。除非你被柯小萱死，你若是真正要害我去养两条人命，你的人生就乌有去啊！你可以说清楚。起来，大胆叫起来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